这样去排，这很重要，就是因为亮的我会把它归类在一区，暗的我归类在一区，暖色归类在一区，寒色归类在一区，画的时候你就会很顺，不会说哦，我今天画一画，比如说我在蓝色旁边挤黄色，我还没画的时候它就变什么，就变绿色，对，那我可能就没有黄色，好，所以颜色的排序很重要，基本上就像这样，好吧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去养成一些习惯，画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先从暗色开始，然后我在画的时候会先从画面里面暗地方开始。然后它某个程度而言，它也可以先定位。然后听到了关键。其实，好，顺便讲一下好了，就是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觉得那个亮灰暗啊很难分辨，但是其实它很直觉。其实它是很直觉的，就是你还要留，我稍微快速的讲一下，就是你们刚看啊，你们觉得颜料谁亮谁暗？亮谁啊？啊，所以我调色的时候，基本上我像我现在调暗的时候，绝对不会碰到谁，绝对不会碰到它，因为这亮的，看起来亮亮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就在暗的里面偏亮，啊、哦，所以我暗的时候，我一定是它加它，稍微加一点它，黄色，嗯，好、哦，因为它是在暖色里面偏暗，你可以大概可以分这个区块，这支笔以这支笔为左边右边，好、哦，这边是暖色的，然后寒色的。寒色又有分比较亮一点，好，暖色比较亮一点，好，我们就稍微这样分。所以在看的时候，基本上暗的是谁？这都白白的嘛，白白就是亮的，暗暗的就是暗。然后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诀窍，我画画我也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你顺序把它排好之后，你再画画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照着我排的方式去调色。所以你看哦，我调色的时候，等一下你如果旁边同学你可以仔细观察，如果我不小心这边偷调了一排。你就警告一下、啊、绝对不会，就是调色的时候一定是很简单的，我从这里慢慢渐层去调到这里，它加它等于一个颜色，它加它加它等于一个颜色，它加它加它等于第三个颜色，它加它加它第四个颜色，它加它加它第五个颜色，其实就是这样，我画画就是这样，很简单，所以你的调色盘顺序摆好，其实画画不太需要去思考，你只要全心全意的在你想要表达的情感情绪就好了。如果大家随时有疑问，随时可以提问。好，听到关键，听到关键。好，那个老师的笔其实没有比较好用。差别在什么？我的笔啊，我不会泡在水面。啊，因为笔啊，来看一下笔啊，它如果你看这其实是那个书局卖的，飞龙牌一支几十块的，我会拿来用。哦，其实笔好贵不贵，我觉得不重点，重点是因为它这里其实有上胶。这里是有胶的、哦、但是我们泡在水面的时候它就会脱胶，脱胶之后它就开始掉毛、哦、所以你们开始画的时候会发现开始掉毛、嗯、对，然后假设如果我笔洗好了，我今天要用另外一支笔，我要换笔的时候我会怎么放？我会放平、啊、对，我会放平的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水嘛，它有水，所以我如果给它这样放，它水会流进去，对对对，流进去两个缺点，掉毛加上发霉，对，所以我会放平。对对对，哦，那也不要这样放哦，也不要这样放，因为这样放湿的时候，它笔毛会被压到，所以它会变形。所以你在画的时候，你不会像我的笔毛是这么健康的。好，现在我都还没有调色，因为刚刚调的那个暗的，我会把它都画在。我觉得暗的地方，哦，就是我说的看起来暗暗的都给他，哦，他是一个比较直觉式的。好，这时候我稍微加多一点点红。好，那现在可能看起来啊，我如果画上去，同学可能会觉得，哎，看起来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啊，但其实我这个颜色，如果你们看我调色盘，会比较浅，对吧？啊，偏紫色，我红的多了一点点。好，那画在哪边呢？其实就是画在我们刚刚画的旁边。最暗的旁边，刚刚那是最暗，然后现在这个是次暗。
然后我们要照片上虽然说没有伤口，但是我们还是稍微给他，因为复活节嘛，所以我们给他一个伤口，把耶稣的伤口给放上去。顺便讲一下这个洗笔的，这就不能翻给你看了。对，看一下，好像有四格，好像有四格，啊，有四格。啊，四格的好处是什么？有四条命，啊，四条命。那，啊，我一定会留这个白的，我一定会留的。哦，所以我最脏的我会先下去，然后洗啦啦啦啦，然后再到第二格，再到第三格。基本上到第三格的时候它已经干净了。好，那这时候就不需要到第四格，因为到第四格你永远就不会有最干净的水。那当我今天在画的时候，我如果需要及时拯救的时候，没得救。哦，所以一定要保留一个干净的。对，然后记得用抹布，抹布好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可以很明确去控制水量。对，比如说像刚在流鼻的时候，是吗？反正我在示范的时候，我说那个抹布吸两笔，就是这个湿度。为什么？因为吸两笔，我知道它里面有多少水。画画的时候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我必须知道笔毛里面有多少水。哦，所以在画的时候，很重要一件事情是，因为纸巾说真的，它已经吸到一个饱和的时候，它没办法再吸水。所以抹布非常清楚，我可以知道我里面的含水量，比如说50%、30%，甚至10%，对，很重要。好，我们发现一个。还有木纹，啊，这就是失败的大笔，啊，故意要让大家知道这是失败，不能打那么薄，打那么薄的时候你会看到木纹，那你在画的时候你相对会很辛苦，因为你必须把木纹抵挡住，啊，因为木纹透出来会很干扰我们的视觉，比如说你在手出现木纹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啊，除非我今天他在画，我要画就是木头，那出现木纹没关系，啊，不过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去慢慢去把它覆盖掉。节省时间，因为主要是上色。好，这时候要检查。这时候要检查一件事情，这时候要检查一件事情就是。我们刚画的最暗旁边有没有都画了这个？有，好，那就 OK， 可以下一个步骤。基本上我画画不太用黑啦，但是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去调出我们要的颜色的时候，而且是只有少量几个颜色的时候，它是势必的。但是说真的，它其实超少用的，某些时候才需要。好，那现在在画的范围呢，基本上应该就从刚刚的经验，我们就可以得知我们现在要画哪边，画刚刚的旁边。对，更不黑的地方。我现在是在决定说我的画要怎么样去收尾跟建成。才开始就要确定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调色是一个建成？嗯，因为你照着这个色阶去调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建成。那还有就是我一定都会借一半，假
设这是上一个颜色，我会跟它接一半，所以我调出来颜色一定会跟它接得顺。好，那现在一样去铺，哦，应该不是我，我以为是我。我去一样去铺在刚刚我们画的旁边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用的颜色是跟上一个界，所以它一定会接起来，一定可以接起来。你要先练，你要先画，先用那六个颜色，你就可以画好。其实用调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其实你会很清楚，调久你就会很清楚。它变成一个反射性动作。比如说我脑海里面我需要这个颜色，我手会自己去跑。我现在所用的所需要的色彩其实不需要到多干净。好，现在基本上啊，其实画画很需要是什么？忍耐。现在你看起来你想说这边挖哥对吧？啊，很正常、啊、我自己在画的时候我一定也心里也是觉得是什么挖哥，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要忍耐，因为在画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去忍住，千万，因为我们画的是亚克力，亚克力属于不透明，除非你水用很多啊，你把它当水彩在画，哦，它才会变成透明的。但是正常来讲，它就是一个不透明，不透明就是覆盖嘛。那所以覆盖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你在画的时候，你必须是从暗的慢慢画到亮，因为亮的去盖它。好，那亮的东西呢，就是基本上，等一下它留下来吧，丢回去。反向操作。好，就是我们亮一定要留住，因为留住之后你再去盖。啊，有些同学会问啊，我可不可以先盖？可以，但是你们会花多一倍的时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全部盖掉之后，你需不需要再重新再去找？需要，哦，所以它其实相对的耗费时间。这样在画的时候啊，就是我说我们才能达到那个所谓的覆盖的状态。但是我一定要忍住，就是我这时候千万不能去急着去把它铺满。然后下笔的时候，如果同学你仔细看我的用笔，你会发现我去转笔。然后我让我的笔毛接触画面是有不同的力道，有时候轻一点，有时候重一点。基本上都是画在刚刚画的旁边。好，现在只是让它变比较亮，但是还没有达到覆盖的能力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颜色跳太快，我再加旁边的红，去把它接起来。好像那个啊，就是我们觉得跳太快了，怎么办？好，加旁边，加旁边的红，把它接起来。好，那现在就是一样，我不要急，就是不要急着去把所谓的肤色把它画上去，千万要忍耐。画画的好处是你可以学会忍耐。真的。站着画画也是，通常我是不会让自己画画太轻松。上次批完那个回去还抬腿。那我觉得画画它就是一个磨练我们心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，而且你画一画你自己还比较开心比较快乐。好，现在都铺了一个基准色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是我要用现有的颜色我要加一点点白。那现有的颜色加白之后啊，一定会有个问题。来看一下，我放上去。好，
自己当摄影师，对吧？接不起来对不对？可以吧？还可以吗？有比较接？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刚刚又加了红了，可以吗？加了红，加了红有没有比较接起来？嗯，有。来看一下啊、哦，摄影师，好、哦，来看一下，我们开始。我在边调边画的时候，我都会边调一点点红，调一点点蓝，我去让它接的比较顺一点点。好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就是不要急着去想说把它接的很顺，对，慢慢接就好。因为色阶是慢慢去堆出来的，色阶绝对不是说哦，我今天调到一个颜色。其实有时候啊，很多同学千万不要觉得哦，我调了好几次才调到我要颜色。其实你就多调多画。然后像毛笔，因为毛笔相对是比较软的，好，那它在画的时候啊，它会比较难去衔接，因为它笔触非常非常的很 Q， 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都先不要理它，我们就去把它堆出来。等一下我给你们看调色盘，我调色的色阶顺序。我刚那个实验的就把它盖掉。好，现在都是基本上堆颜色把它接起来。嗯，好。因为时间有限，就会压缩要怎么画。现在都是还在堆，因为说真的，因为我们的打底嘛，打得很薄，所以其实你必须堆到一定的厚度，让那个木板的痕迹不见。所以现在去堆堆那些颜料，让它的痕迹给消失。好，那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是，我要用。那这时候用平笔是因为我要把我刚刚铺的色彩接起来，我要用比较大的笔去覆盖掉刚刚的笔的笔头比较小嘛，对，所以我用比它大的来去做色彩的衔接。